新英雄会居然有专属装备，只有他可以触发装备效果。今年这一件装备就能让会的声量原来大幅暴涨。众所周知，新英雄会正式上线了各大服务器，为了快速提升熟练度，很多老哥都会看一些 OB 视频，而在观看比赛录像的时候，就有玩家发现了盲点，那就是抽位这些选手在玩会的时候都喜欢出兵长。要知道会本身就有几个大范围的减速技能，难道这些选手不知道减速效果不能叠加吗？而在经过实测后发现，职业选手不愧是职业选手，因为会的技能减速居然可以和兵长进行叠加。比如这个假人，普通状态下移速370点，会不出兵长释放 QE 能让假人的移速变成259点，但是只要出了兵长就能让假人的移速变成210点，并且不仅仅是 W 技能，大招的减速也能和兵长叠加。不出兵长的话，只有大招最后一段伤害才能让假人的移速变成109点，但是出完兵长以后只需跳三次伤害就能达到109点。而之所以是109点，是因为联盟的最低移速为109点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这个机制普及以后，新英雄会的胜利会迎来一波暴涨吗？